明，我就喜欢你，深深的爱上你，没有理由，没有原因，一定是特别的缘分，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了一家人。他多爱你几分，你多还他几分。很高扬赞美。
叔叔，来，你来什么？什么说你说啥去了？来着？啊，你能把水都提了？我完全同意，就在这儿坐。对对，好，哎妈，擦死我了！国家的强大与民族的振兴靠的是人才，我家庭的发展更需要人才。为此，我得感谢亲家公、亲家母。感谢你们培养出了这么一个优秀的社会精英，给我们家做我的儿媳妇。多陪媳妇儿，一定要多回新娘家看一下。